他这一次好像没有看到我，奇怪。没有看到。奇怪耶！你知道他这次没有发现我哎。 是没有发现我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现在决定要。 决定要跟踪他，对，跟踪他。 最喜欢吃白吐司，他喜欢喝牛奶。他喜欢白色，他喜欢百合花，他是我好朋友。 他说他讨厌喝养乐多，还有讨厌养小狗。他行动不太方便。他常做捷运，很讲义气啊。 他没穿衣服。这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医生，一种是病人。病人就是需要人家帮助的人，那医生呢，就是帮助别人的人。像他啊，他现在需要帮助，所以他是病人。我们帮助他，我们就是医生啊。 到有一天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就变成医生来帮助我们啦。他帮我，我帮他；他帮我，我帮他；他帮我，我帮他；我帮他，他帮我。我帮他。小姐，你要不要？你怎么了？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小姐，你醒一醒啊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干嘛？你要吓我哎！小姐，人啊！有没有人？哎，来帮一下！喂，哎呦！ 喂，怎么都没有人啊？哎，在哪里？哪一间啊？来了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到了，我醒一醒啊，干嘛只要下午？